生活的背景音太大，会盖过内心的声音吗？每个人都在努力呈现更好的自己，但又不露痕迹地藏起了什么。有人说我可以的时候，藏起了咬紧的牙关。有人说我尽快的时候，藏起了推迟的聚会。有人嘴上说着没问题，心里却藏着一声叹息。坚强是你生活的铠甲，但越坚强的生活越需要柔软的角落。给自己留一点空隙，让光透进来。累了，留出十分钟梳理心情。肩头太沉，就找个角落卸下重担。早点休息，别让明天的事儿打扰今晚的好梦。这些片刻的轻松时光，治愈着我们的身体和内心，用柔软化解坚硬的生活。我是被轻松全球品牌代言人易烊千玺，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奔忙中安顿好自己，且停且行，轻松随行。